要转达是三到八秒，他没想到吧？最好的是右边那一道，但是也不要说真的好，因为那一道呢是我们小朋友的学生，就右边那边哦。现在妹妹啊，她的那个点怎么样？那边就是我第一次爬的时候，她的点很高，她看起来很高，对不对？一般的台面上面一定会有电梯或楼梯，我们这边后面的是要提供的，后面我刚才讲的楼梯跟都是存在，所以要垂降的下来，所以有的时候有点宽，所以在那边放放心。我就会讲嘛，我们这个海边景很漂亮，等一下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慢慢的搞拍照。那接下来后面这个呢，给大家示意，等一下这个呢，先放大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。386公尺，386公尺，还好对不对？OK，高度呢？